你知道吗？天空中出现了一位来自星际的神秘访客，三 i atlas。他居然在心跳！科学家发现，从他七月份被发现开始，亮度就像心跳一样，每十六个小时亮一下、暗一下，幅度还不小。本来有人以为是彗合形状怪，但后来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。用哈勃望远镜一拍，大家惊了：我们看到的光99，百分之九十九都不是彗合本身。 而是彗合周围那团亮亮的会发气体和尘埃组成的云。那问题来了，彗合这么暗，凭什么能让彗星变得忽明忽暗？过去一个月的观测发现，彗星身上有好几条喷流一直在往外喷物质。如果喷流不是一直喷，而是一阵一阵脉冲式的喷，那会发就会亮一下，淡一下，就像心脏在跳。 每当彗星表面的一大块冰面对太阳时，就会被加热，喷出气体；转过去后又安静下来。嗯、一圈刚好就是十六点一六小时。韦伯望远镜的数据更惊人，喷出去的物质能在一轮心跳里飞出两万多公里。天然彗星的喷流通常都会朝太阳方向，但如果未来科学家拍到的喷流方向乱飞，那就值得怀疑它是不是不完全天然。 所以现在科学界非常确定，3I l s 的亮度周期不是彗核形状造成的，而是喷流像心跳一样脉动。一句话总结：彗星没有在眨眼，而是在跳动自己的星际心脏。